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九年级中考的誓词大会。首先，我代表学校向百忙之中参加学校这次誓词大会的家长、同学们表示热烈的感谢，向奋努力奋战的中考的九年级教师表示衷心的感谢。100天集体签名。少年一贯快马扬帆，道阻且长不转弯，要慎党，要血难，要哗然，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，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，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。而今看尽了千万重山，看山是山，看哪里哈，不是山啊。这个开会终于结束了。确实今天天气比较热，然后学生待着也比较辛苦。